嚟到九龙湾地铁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 Connor， 欢迎嚟到 channel。大家睇唔睇到我身后呢个系咩咧？喺狮子山，我哋已经到咗噶啦，其实。啱啱咧就喺九龙湾站开始啦，咁啊，因为太多人啦，所以我都冇开 opening 到。我想讲咧，部 lift 超凉咯，我唔想走，我想游下地铺。跟住我哋會再上。到啦，睇到獅子山啦，但系个太阳睇唔到。哇，獅子山啊，又真系好靓噶喎，呢个位睇，好近。我身后就系狮子山啦，都几靓，睇到日落，虽然被栋楼遮住咗，好凉啊！因为太多人，所以我啱啱冇开始讲嘢，比较怕丑。跟住而家已经上到嚟，其实咧就可以再上嘅，但系咧我就冇上到啦，因为咧就赶住要影个日落啊。已经开始日落了，不过太阳咧就俾栋楼遮住咗，但系晚霞都好靓咯。呢个好近，喺九龙湾站行上嚟十零分钟到啦，所以大家如果喺市区嘅话都可以上嚟咯，都有好多人上嚟影日落。我哋到了狮子山啦，我們到了望到獅子山的地方，我們到了屏山啊，是一個望到獅子山的地方。我哋已经由上面再山行翻落嚟啦，咁中意条片咧，记得 like share 同埋 subscribe， 我揿埋隔篱个钟仔，咁我出新片嘅时候你就唔会错过啦。咁我哋下条片再见啦，拜拜。